哦，刚刚不好意思哦，讲得太尽兴了，没有特别去 注意时间。他已经录二十三分钟左右了吧，23分钟出头，我现在就会自动卡掉，可能画质调太高了，所以就它会自动卡掉就是了。然后没有特别去看，所以反正也只剩最后一页了，就录一个小影片，短短的影片。就看一下这个的话，就是这个是超极限定改造组，然后超级逆袭改造组吧，这个怎么念起来有点怪怪的？好，就这组的话，我拥有，然后这个的话是 Olen 拥有的。这个原价七九五有没有搞错？决战价是299一组，有没有差那么多？后面这边就是贩售地点跟比赛场地的一个地址了。最后面这边的话呢，是这样子的一个，就是暑假比赛赠品，这个。是鼓励小朋友不要写暑假作业去比赛嘛？好啦，那这边的话，这三个就是比较难的，然后最后这个的话就非常非常非常常见到这个，当初就是战斗陀螺这个钢铁骑兵系列快要结束的时候，那个百货公司就是都会送一些轴心底盘的有的没有的东西，那就是这个也含在里面。OK，卡通频道有播，当初卡通频道有播的时候我是没有看，应该是中文版吧，我不知道。所以我不是看中文版的啦，因为只能看日文的，因为就当初没有收看卡通频道嘛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。那今天节目呢，就和各位今天我们结束。不好意思，拆成2个影片哦，因为就突然被卡掉，我也吓一跳。好吧，那今天节目呢，就和各位今天我们结束。那谢谢观赏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。